吃饭菜了吗？我刚刚吃饱了，我吃米粉汤。什么了？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吉祥物，就是那个人不管几岁个几坏都好，只要他跟我牵扯关系，他就怎样都会死。好神奇呀、我。今天下午我自己做饭吃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家，我自己煮了一个菜脯蛋，菜脯蛋有甜的有咸的，我掺在一起，掺在蛋里面搅搅搅搅搅，然后噗进一窝里面炒。我讲话是不是很像一个智障这样？我有一点自闭症了，其实我有 autism，还有 schizophrenia，有点医生讲我有点精神分裂了。不过我在其他时候的时候，我可是很冰雪聪明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欺负我，以为我某眼某眼就好欺负。我是属牛的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把我当成车，叫我牛车。我只是很喜欢看到我自己的样子的。有时看到镜子的时候，我会很精神，因为我不会做对不起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是对我而言，我是在世界上最好看的，因为我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了吗？昨天我讲我要吃东西，我留言讲，因为食物是唯一真正爱你的东西。只有食物才是真心爱你的，这世界上没人会真心爱你的，除了食物，知道了吗？我不讲的话，谁能知道我已经要40岁了，对吧？没什么要讲的，我住在哪里，我不会跟你讲的。为什么要跟你讲？我觉得我自己太仁慈了，因为我看回有些人他们过去的那些视频啊，他们还没遇到我之前，他们就懂得糟蹋利用我来取得好处了。为什么我要对你们好呢？我真是很傻。世界没男人的，这世界上没其他男人的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呀、我不要讲，我免得伤到了有些人的心的。我不是那种自私的人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不管别人会怎样想。知道了吗？唱什么歌好嘞？今天啊，寒夜里寒雪飘过，为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。风雨里追赶，雾里恨，不情愿中，天风海阔。你共我海边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哪会怕这一天会跌倒？ Oh yeah， 放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这一天知你共我？
生气不生气真的好过分呐、啊！怎么了？我叫自己是马来西亚漂亮宝贝，有错吗？我叫我新成立的小雪，微信上。I'm serious, you know. Before that, this is the 前传。给我点点的烧下了，可以吗？呀，好老土啊！真的啊，你遇到我这只母狼，是你前世的造化。啊！笑。